要体验就是要动手啊。好像旁边还有嘞，我又很怕把它刮到旁边的。挖到就挖到啊。不行的，有的时候会挖到啊。我们常常挖到啊。他晚上的点头灯的时候，旁边没看到。哦，你看，真的有嘞。对啊。真的有啊！你看这么厉害的。出山啊！出山。蚂蚁很多，哎，要小心哦。这个都是红火蚁的啊。不行啊，这样我不敢挖啦，这样我会怕伤到。这个红火蚁哦，这个红火蚁。嗯。这是等，这是等的太表面了啦。比较瘦。嗯。等的太表面了。那个你不盖。哦，那只小只的。这个不要让它晒太阳。来，这一只你的，要签名。